鹏仔是真的有点帅。首先是一个袋子，上面英文加腾讯的英文名，然后它看着非常朴素，但是它的质感还不错，就是那种可以拿出去直接当个包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它这个黑色的这个手提的这个袋子实在是有点不好看，但是总体来说这个还是真的挺有质感的，而且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个防水的。然后就是这个礼盒了，它也不是特别大，然后外面有这样的一个壳子，这里有一个企鹅和一个玉兔坐在一起，总体来说还是有一点点设计感的。然后这个就是这个盒子，这个盒子好像据说是用什么可降解的这个甘蔗去做的。然后里面我刚打开的时候看到只有四个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惊呆了。不过事实证明还有两层，然后这层本来是有两个这个蛋黄酥，然后中间是两个那种桂花糕，然后已经被我吃完了。然后下面是另外一层，然后这个是蛋黄白莲蓉的哦，我还挺喜欢这个馅儿，上面有一个小的兔子，然后这个上面是一个企鹅，它是奶黄流心的，然后这个是抹茶红豆流心，上面也是一个，抹茶红豆我应该挺喜欢的。然后这就是今年的月饼礼盒的全部内容。其实看了别的大厂的之后感觉有点酸，就是今年腾讯走的是质朴风嘛，就是别的都花里胡哨，然后有很多那种心机在里面，我们的就是老老实实一盒月饼。不过不得不说这个月饼的口味还是非常好的，据说好像是特别有名的美心月饼，是一个广式月饼的那种中式的感觉，总体来说我还可以。I'm gonna go to the house.
左边脚边摇着